黑對嚟講係乜嘢？大多數人將黑標籤為灰暗、抑鬱、消極、憂愁。繼我話，黑就代表型格、高尚、獨特、潮流，一種生活態度，就好似曲線咁樣，好似漆黑中一道光咁樣，咁型格、咁出眾。黑邊嘅設計，紅色嘅態度，曲絲和嚴格生活，黑色態度。你怕黑啊？